位来宾，你没听朋友？大家好。好。我是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署文化新闻组组长张茂康。记者会开始前，我先介绍本专案协办单位的贵宾。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振兴会组长，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徐全胜局长，大家好。国立中山大学国际事务处郭志文组长，前线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苗大伟协理，美国在台协会参加的人员有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李英杰副处长，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欧杰林处长，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临时行政组何明强组长，还没来 OK， 不好意思。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商务组哈古瑞组长，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社区协调办公室林海迪主任，现在我想请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李英杰副组长致辞。郭处长、苗经理、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午安。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从去年开始策划制作一系列短片，教导美国流行文化英语，并且广受大家欢迎。今天我很高兴向大家宣布，我们夏天拍摄的第二集已经完工。从10月20日起，将在高雄捷运站开播，请大家拭目以待。这套英语教学短片一共有15课，场景是美国演员造访高雄各地，包括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美浓民俗文化村、博尔艺术特区、梦时代、高雄市电影馆，以及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内容生动有趣，而且创意十足。除了在捷运站播出以外，我们也会陆续把影片上传到 AIT 网站，让大家自由点阅，并且把全套课程赠送给高雄市所有学校，让大家学习美国年轻人的流行用语，以轻松的方式了解美国。再次，我要感谢所有出钱出力的单位和朋友，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完成这套影片。
为鼓舞台湾社会尽一番心力。我要特别感谢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和观光局、国立中山大学、麒麟科技、前线媒体以及巨山影视传播。同时要感谢所有协助拍摄的机关团体，谢谢你们。媒体的力量无远弗届，希望大家更向上局宣传这套英语教学短片，共同促进美台之间的文化交流。谢谢。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郑希辉局长致辞。美国在台协会丽英姐副处长，还有高雄分会汪处长，还有我们文化新闻组张组长张小姐，还有我们商务组的阿组长，以及我们中山大学郭处长，还有市府的这个观光局许局长，还有在座非常多关心我们这一次影带发布那么的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午安。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受邀，那么出席今天我们 DVD 的一个发表会。我想正如刚刚我们厉副处长所讲的，从去年开始由我们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还有美国在台协会以及中山大学我们一起合作，那么拍了第一集的我们的美国流行文化用语的教学带，那么可以说非常受到好的欢迎。对我们学校来讲，我们学校从国小、国中到高中职，我们的老师会利用这个录影带放到他们的教学里面去播放。有时候在中午的时候，孩子吃饭，他们会透过他们的校园广播系统播放。那另外我们在捷运站，那么也透过他们的播放系统呢，播放了第一集的教学影带。我们的同仁有到现场去看，他每次到那个地方去看，很多在那边等着捷运的市民朋友头都看着那个荧幕，那么都非常聚精会神的呢在欣赏我们合作制作的这个影带。它代表的意义就是非常受欢迎，这个就是非常具体的一个证据。那么当然因为这样受欢迎，所以在今年我们又再一次跟美国在台协会、中山大学一起合作，那么第二集就即将出来。那么等一下的内容我想不用我说，等一下会播放呢，大家可以看得到是非常的精彩。那我非常感谢，就是说美国流行文化的用语能够结合我们的在地文化的场景来拍摄，也就是呼应我们一般俗称所谓全球在地化的概念。我们把美国的流行文化的用语，那么透过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那么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然后呢把文化的这个流行文化用语呢放进去，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亲切。所以这样的制作呢，我是非常的敬佩整个设计的团队那制作完成。所以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再次的要谢谢我们美国在台协会，甚至我们高雄分会，那么欧处长还有许多同仁呢大力给我们支持。其实我们高雄市呢，那么市长是非常强调要让高雄市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让来台湾甚至高雄旅游的外国朋友感觉到非常的亲切，非常的友善，这个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那站在教育的局的立场，我们不只是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在小时候就接触到美国流行文化的用语，那么尤其是跳脱到课本那么样的单调比较枯燥的
华卫的这样的英语的学习呢，也能够带入他们年轻人，那么比较流行文化用语，用非常简单的，那么就能够了解所要表达的东西。我想这个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利用这个机会也再一次的那么感谢啊所有参与者，那么更期待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个合作啊，那么能够持续的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延续下去，让我们孩子不只是学到基础的英文，同时也能够跟得上时代的潮流，那么能够呢把他们的流行的文化，那么跟台湾的在地的文化再次结合。我相信台湾的教育，高雄的教育，不只是从小开始，而且能够拓展他们的这个视野，走到全世界。尤其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跟美国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关系，我们跟美国的朋友也都是非常友善的一个市民。那我想这样的一个互动会将持续在高雄那么发光来发热。好，那非常的期盼大家不断的去鼓励、去鼓吹，也把好东西呢跟好朋友来分享。那我想这个就是最重要一个目的哈。那么再一次的感谢所有参与者，希望这样的有意义的工作继续推进下去。谢谢。接下来，请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徐全胜局长致辞。谢谢我们林处长啊，欧处长，还有中文讲得很好、人很帅的哈，我们的张处长，我们 AIT 的工作伙伴，还有现场很多的媒体系的朋友哈，以及我们市府的郑局长哈，中山大学的郭处长哈，助理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中午在办活动的时候，一开来，我一来这里有一点这个，我的看法哈，有点想睡，但是听到哈，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影片哈，就是 Freeze Your Eyes 哈，觉得非常的好。我一直在想哈，我在学生时代哈，很可惜没有那么好的教学录影带，但我的英文成绩都一直很不好。假设如果早一点有这个英文录影带哈，我看我的这个英文成绩好一点哈，可以念好一点的科系。不过我想，刚刚我们郑局长也有提了哈，这个台湾美国哈是非常特殊的这个我们讲朋友关系哈。大家在很小，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哈，我就对一部影片哈有很高的兴趣。后来我知道那部片叫做这个《勇士们》，勇士们不知道英文叫什么，他们很多勇士们那。很小的时候哈，他因为在深夜播出，我就觉得等他很晚，大概是十点的时候看这部影片，那时候就对美国的这个特殊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非常高的兴趣。那后来呢，念了非常多有关于美国的小说哈，美国的一些这个文学历史，对美国这个国家哈，越来越感受到，他真的是不管是在国力啦，或者文化创意啦哈，或者更多先进的科技上面，非常多哈，值得我们去来学习的地方。那现在美国也开放台湾的这个免签证了哈，那我想台湾到美国去的朋友应该会更多、更方便。那我刚刚一直在想说，现在用这个我们非常流行的这样美国的这个口语哈来诠释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景点，我站在观光局的立场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就出一点点钱，但是效益几乎是十倍以上哈，真的非常的感谢，让这个我们的这个景点啊，很容易就让我们这个朋友也好，跟观光客也好，很容易的知道。我刚才想说，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操作说，把台湾的一些这个用台湾的这个我们常用的语文哈，翻成英文哈，让美国人啊，或是这个会讲英文的这个希望观光客哈，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可以很容易的认识高雄，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很好的地点哈，那把高雄的这个宣传哈，能够更加的带出去。那高雄刚刚我们正常的提到，我们是一个港都的城市哈，我想港口的城市一个特点就是开放 open 哈，而且我们非常的热情哈，然后我们希望都非常的这个 friendly 来好客，我想更多的观光客哈，能够吸引来到高雄哈，能够来这边参观学习。那我刚才有跟郑局长提到我的想法，就是说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学中文哈，那我想不管是欧美人士哈，这个东方日本韩国人士，现在很多学中文本来是到这个中国北京啊或者其他地方去学，
我想以后我们高雄哦，那么发展可以成为学中文的一个基地啊。那我正在研发一个这个有可能哈，就是短期可以让你开口讲中文，可能要请张处长来帮忙我们推广哈。像他讲那么好，也许我们宣导说两个月让你讲中文啊，或是这个半年让你讲中文，把高雄哈发展成一个学习中文啊、学习华文的一个市场。那这个哈也可以带动更多的这个观光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哈。我自己正在想，好，那这个可能要请我们 AIG 在这个各种的那个技巧或创意上面都给我们一些指导。我想用这个方式来带动哈高雄的一个中文学习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可能正在开放。好，我在这里代表我们观光局在这里谢谢哈。AIG 这边哈非常非常的用心，我们非常感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流行用语，好，把我们的景点更方便的推荐给大家，非常的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徐先生。接下来请国立中山大学国际事务处郭志文处长致辞。展览协会立副处长，展览协会高雄分处郭处长，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郑局长，观光局徐局长，还有那个 Mr. 说，my counterpart， 今天还有在座所有的贵宾哈，各位午安，大家好。那我很高兴哈，今天能够来参加这次美国展览协会呢，高雄分处呢所举办的这个美国流行文化用语影音教学教材的一个记者发布会啊，那非常的荣幸啊。那我想英语教学的话，一直在我们台湾的话呢，都是我们的一个教育重点之一啊。那近几年来，随着国际化的这个发展的脚步的话，急剧的加速，更成为是一个这个国际化能力的一个竞争指标之一啊。那我们很高兴啊，那个高雄市教育局的话呢，以及在台协会高雄分处这边的话呢。以及我们中山大学能够有部分的贡献，共同参与呢这样的一个教材上面的一个制作。那我们希望的是说呢，这样的一套一个生动、很生活化、很活泼化的样一个教材的话，可以让我们所有的高雄的市民啊，不只是小孩子而已，其实全体的市民，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在捷运站这样的一个播放的一个场所场域呢，我想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民众的话呢，能够受到这样的一个熏陶跟影响。那我觉得非常的这个高兴。我们国立中山大学呢，是国内唯一在大学里面设有美国中心这样的一个学校。那我们长期以来呢，一直非常致力于推展台美两地之间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期望的呢，我们中山大学呢，能够在这一部分我们的一个努力的话，可以增加呢两国之间人民的一个互相的了解的程度。那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我们的宗旨。那非常的高兴呢，这一次的这个教材，我们也能够有部分的一个贡献在这里面。那我请代表我们学校杨校长的话呢，谢谢展览协会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谢谢高雄市政府啊经费上的一个赞助，最主要的一个赞助啊，也呢谢谢今天所有的贵宾呢，与会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能够把这样的一套非常丰富啊、非常有意义的呢、非常有教育价值的一个教材，能够向所有高雄市民，甚至于呢跟台湾的一个很多的民众的话，能够做推广。非常谢谢，谢谢郭先生。现在请大家一起观看我们制作的2012美国流行文化英语教学 DVD。Today's topic is pull your weight. Have you ever participated in a team activity and the other people didn't try? Well, they didn't pull their weight. If you pull your weight,You do your fair share. So in the future, pull your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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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What a great bike! Come on, ladies. Do we have to? I'm so tired. I don't know if I can make it. I'm pretty weak.No, it will be fun. I promise. Come on. I just want to rest. No.
lots of lovebirds in the park. But I'm not talking about birds. I mean couples walking around the park. We call those lovebi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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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e a conversation when we want to get someone's attention or if we have exciting news to share. Guess wh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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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is Ryan? He's supposed to be here so long ago, and I need him to be here. But he's not here. Hey, guess what? My phone is really cool. It's cute. But it's, where's Ryan? Do you know where he is? No idea. Hey, guess what? What? I'm a model. It's great. You have to be here because I can't. What am I gonna do without him if he's not here? What? Guess what? You know, I really don't care because I can't wait for him anymore. I'm already really late. I just said guess what? Hi there. Today, we're going to see our resident drama queen in action. Now, what's a drama queen? It's a person who reacts to things very emotionally. Let's take a look. Drama que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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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is artwork, it's so beautiful.实用的一个句子是什么？那我们做完这个调查以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最前面的第15个这个选项来做一个拍摄的这个摄影也是很不错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很好的意见，就麻烦你们可以在我们网站上给我们提供一些意见，或者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此结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刚刚这个播出的这个15集光碟。 23号开始在高雄捷运站会正式播出。那我们很谢谢前线媒体，因为他们是这个高雄捷运站这个系统的那个 provider， 就是提供负责这个这段时间，他们非常大方提供给我们很多给我们时间，就1个小时，最少播出1到3次，那每一集播出1个礼拜。
那高雄的捷运站播出之后呢，那我们的第一集就会挂在我们 AIT 的网站上，那加会更多的大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当然如果你们要当乐的话，我想我们看应该原则上是没有问题，我们会很欢迎大家跟我们交换意见，也使用，因为我们也会给教育局400份这光碟给所有的高雄市中小学校的学校使用。对对，那还有这个观光局的服务中心我们也会提供，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那里看。那还有那个佛光人间卫视对这个影集也非常的有兴趣，也是觉得很好，所以他们也会在他们的佛光卫视播出，所以我很荣幸有这样子的结果。那